乾隆左右的东西、啊。对，曲总卖多少？他直接送牌子。他买两个嘛，他不发朋友圈的吗？就跟他小孩抱着的，一只碎的，一只完整的。不谈大生意，咱们先说小买卖，这个多少钱？5万。我还价了。你还我赔不卖。这我刚打算涨价，前两天我还报5万，这两天我想涨到6万几。真的是好想搞这个东西啊！太贵了，但是东西真好，这种东西买到啊是可以送给拍卖会的，大义啊，对吧？嘉德都可以送过去。乾隆的这种大青蛙仿生瓷做的还是很漂亮的，就是眼珠子这儿有点爆釉啊。哎呀，5个 W， 哎呦。实话是不贵，这是大实话，但是还是得砍砍价，先一会儿搞搞价吧。OK， 好，当当当当，总算把它买下来了啊！这个也是咬碎牙关买，因为价格真的很顶，二一个呢关系很好，他报的那个价格他已经咬牙切齿了，这个他完全可以去送拍的啊，东西呢。没啥可多说的，一只雌素的大青蛙，而且是摇变幼，流淌痕非常的漂亮，背部这一块大家看都发绿了，有那种翡翠的感觉。我觉得光线不太好，其实实物是非常棒的，摇变的色，流淌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好。年份应该保守的说清中期，其实确切说就应该，我觉得就是乾隆。这种东西只有这种乾隆盛世能够烧得出来，而且这个窑变釉这种流淌感到了晚清，尤其从那个嘉庆以后，它就没有这么垂流感这么强烈了，很难去烧造出这种香氛香融性这么好的东西。也算是怎么讲，真的自己喜欢，真的自己喜欢，很大，20多公分一个大的雌素的青蛙，很霸气，很漂亮，呱呱来财嘛。其实东西是全品。但是呢，因为这种瓷素啊，大家知道烧瓷器，瓷器跟别的东西不太一样啊，别的东西一烧胀，这个东西一烧胎缩，釉子呢胀，所以这个东西容易出现爆釉这种情况。你看这块小眼睛这块爆了点釉，然后身上有一些爆釉，底部这是窑缝，这都是先天的毛病，后天一毛钱毛病都没有。为什么我说它是乾隆？我们把这个镜头转过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件好看的青蛙。OK。哎呦，东西我转过来了，东西转过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说是乾隆呢？第一，有一种说法就是只要是敲底就往乾隆看，可是我个人认为它不光是要敲底，它而且对于底部这个地方啊，它都会进行人工的打磨，这才是盛世该有的姿态啊。敲底有的敲那种狗啃底特别恶心的，它也不打磨的那种东西啊，基本上就是清中期就肯定没毛病。但是保守的说，清中期没人会说你错。但是为什么我认为它是乾隆？第一，它的这个胎的这个敲底的部分它打磨过啊，你看这都是老的打磨痕迹，不是现在打磨的。第二呢，它这个胎质还是很白。第三，很压手，非常的压手。第四，这个釉子里边窑变的这种流淌感跟垂坠感是非常强烈的，非常的强烈。这件东西呢，因为很贵啊，我也是发给了这个咱们崔老师啊，包括熊老师都看过。好，郁闷，一个那个快递电话啊。然后因为东西非常的贵啊，所以我呢也是比较谨慎，我把这个东西能发给咱们崔凯崔老师以及这个熊老师都给看了一下，他们都表示这件藏品非常的好，很大，很稀有啊，基本上都说确实很少见到这种东西，流淌感跟垂坠感非常的好。我们看看这块都有一点点发这种翡翠色的感觉啊，这是窑变的极品颜色，这主要是光线不好，这个青蛙要拿到阳光下那绝了，太漂亮了，这个东西很大，你看做的很棒啊，呱呱来财，很好看，摆于案头之间很气派，对吧？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的东西，窑变得特别的棒，所以呢，怎么讲，朋友也是，其实它是可出可不出啊，但是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东西，再一个确实很熟了，就死乞白赖问人买，最后也总算咬牙切齿的拿下了。我们看东西还是这样的，一个保守说清中期啊，激进的说也不是激进啊，我认为就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大青蛙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很压手。我们知道三代的胎很重，因为它的胎的密度非常的高，
所以它非常的沉。这种沉不是那种死沉，而是一种坠手的感觉。死沉大家应该知道，就那种一拎起来，解放后那种一拎起来，卧槽，这不应该这么重的东西，它结果非常的重，因为它是机器胎，然后它的磁化度特别高，所以它特别重。可是这种三代东西会给你一种感觉是什么呢？很坠手，因为它的密度很大，它淘洗的非常的精细，所以有这种感觉。窑变釉啊，现在是属于市场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产品。大家看这种釉子的这种质感，这种熟的感觉。什么叫熟？这只青蛙告诉你什么叫熟啊。单色釉，大家不光要认胎，还要会认釉。说一个不太好的东西，就是说，单色釉的东西呢，它不像一些青花，你去接底的话还是有一些成本。可是单色釉去接底成本不是特别大，就是你碰到一些特别特别好的单色釉，他给你拿一个。就是那种东西的底给你一接，你是不容易分辨的，因为它上面不牵扯纹饰的一些东西，所以它配起来都能配。所以单色釉不只要把认胎会认，还要会认釉子。釉子就是一个字，熟，一定要熟啊，一定要自然。大家看这个窑变的釉色，对吧？这个火焰蓝，这块都有点火焰的翡翠色了，很棒的一个大青蛙。好吧，东西就是那样东西啊。我是天元。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